才华就是生命，他们用人生写传奇。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天才，八岁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影响了他一辈子。当访问者看到他已经满地都是血了。天际英才逃不过27岁的死亡诅咒，13天、一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、一年都没有他的讯息。27岁英年早逝的一些摇滚乐手，但我们衷心的期望啊，这些名单不要再增加。真相 hold 得住，下周一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